相信运气吗？我倒了20多年的霉，我礼服被烧了，我把我们老板的项链给弄丢了，我太难了。我们主编要实力有实力，要运气有运气，还有一张偏度人员的脸吧。下入心墙，世间没有运气。那天晚上你是想弄死我啊？没有我的允许，哪里都不准去。陆世成，滚蛋！就是因为那个吻，是我们运气交换了。一起摔下我身，你就比较严重了。赵倩，赵倩，有要的话要警察干嘛呀？你让我把运气还给你好不好？我怎么可能让你这么便宜的人占便宜？我拜托你离我远一点。我肚子饿了，帮我拿几本书，我要上厕所。我凭什么变态？你穿那种样子才变态吧？这是我家，我想怎么怎么弄。这里现在是我的房间。你真的觉得运气很重要吗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再看看你自己。努力比运气重要。我不会让你伤害到他的。我说放开他！为什么不是我们这些无辜的人来承担？放过我们家小优吧。你的出现就是个错误。从我打算要复出之后，我就不想再跟你联络。我不信。要把你错过了10年的生日愿望都给毁了。我的生日礼物呢？那我把运气还给你当做生日礼物怎么样？下一个是谁？如果万一你暴露了身份，他的目标就会变成你。我进国安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，国安可能真查到了什么。如果不是因为你呢？根本不用从沉睡中醒来。我们要抓的是大鱼。到底是哪些文件泄露出去？他一直在追问我矿石的去向。这一觉你应该睡得不踏实。继续跟进目标。对付这种人，我们总得多想一层。真的是最后的赢家。你不能被谁知道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。行动。只要你曾经威胁或者侵犯过我们国家的安全，不管你在哪里沉睡，我们都有能力找到你，让你醒过来。